下一个第二 C 感觉还是好像也还好啊，还好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没有特别好玩，好像没有特别好玩，普普通通的感觉，普普通通的感觉，嗯，就是 Murky Waters 这样，又是 Murky Waters， 你就是看到那个冰而已的，对啊。后面又还是这个，只是不然期待也是怎样？不知道，还能玩出什么来？他们僵尸吗？僵尸玩过了？僵尸吗？嗯，不行。是什么东西啊？应该也就是那样啦，就看他结案做有不有趣而已啊。我觉得兵种什么的倒是其次。我是觉得反正基本上一定跟故事无关啦，一定是因外传细节群众。好、哦、OBK 是无上限的，搞不好还真的跟剧情有关。屌你妈还能有什么剧情？屌你妈就是把神座变成粪座。走啦！正常了。Get in there and get the deal started. You go inside now. They're expecting you. Welcome. Put the money on the table. I'll help my main man Chavez to fetch you guys shipment. You guys hang around. All right, I'd say it's time to get blasting. Put your masks on.这次牙刷没有在一样的位置。Okay, let's clear it out. Okay, empty it. Chavez won't have any use for that coke anymore. So take it if you want.我找到他了。再见。There it is. Oh.
我不得把他杀死，能被他打。自己好赚，会啊。找到，那都没了吧？看好像是都拉起来了，下面丢就可以开打。啊！我枪去哪？把我枪丢去哪？车跑来跑去了，开打喽！好 ，Here it is. Time to open the red door. 闪都没闪掉。他没有了，有，门口有一只啊。对，然后哎，那么多士兵，应该不是我杀的。Remember to keep the sauce running.
还有一只在外面。走吧。出来两只哦！目标到。掉到下面去了。我直接从那边爬上去了。
真的火力压制，压制的太漂亮了，走吧。Sorry， 炸到我炸到那个剩下。还没，不用太早出去。哎呀，我的头像，我捡回来了，我来这边复制好了。喂，看到？哎，人呢？等下我去喊他。好了，我喊了，我喊了。我的 AI 冲过去把我们长枪捡起来就。好，该够了。可以可以，应该还没，还没要。他回来了吗？还没。但是先在下面就好了，躲着。干，都是烟，我才不跟他们闹嘞。我等烟散了再说。这也丢太多了，烟也太久了吧？没有，刚才一直在丢。哇，一直打球，我都不知道。榴弹射去哪？他已经回来了，其实。怎么说了？我刚有去触发一下，看他是回来，就是回来。枪两只哦，没包了，不是吧？没包喽，真的。躲在下面，担心。哇！我放一包在上面。你能喊吗？喊呢？这已经废了，你在跑。你没有看到狙击手。往常这次给你。好。我看到狙击手，先杀人啊。
色蓝色的 MP5 造型真好看。要杀这么多。你不是好了吗？我想说换个榴弹。哦，换了，在这边换掉了。看个妹子啊。可以，那一只已经够低了，你还换谁啊？哎，对啊，王长。哎，我那时候发现怒牛那一只可以压到33的影那个影币耶。嗯，对啊 ，MP5 可以啊 ，MP5， 嗯 ，MP5 也可以到33哦。嗯，冲锋枪有到33的。有啊。你是说他加技能吗？加技能哦，没有，就是。没加技能 ，MP5 可以到33。我等一下再试试看。我印象中最高的不是 N45 吗？只能到32。可能我记错了，对，可能我记错，因为 N45 是很久以前的东西。MP5 后来好像有加一些新配件，或许是对的。应该讲说配 MP5 可以把那个小朋友压到可以爆。就是26这样，对啊，因为33小朋友应该就可以暴击。好的。
如果你是有用那个消音器的技能的话，蛮多小朋友应该都可以暴击。太乱，一两枪就死。酷，好酷。Stand back, okay?Shoot it down. Grab as much as you can. I need a medic back, carajo. Get her down from there, guys. Great work. Now breach those doors. Payday crew. Vlad. There's a marked pig in that warehouse. It's very important. It's 有人质，我不敢炸。哎、欸，哇！这次也破了。
something for your head.干到底要出几只都是他在开心啊，他会一直出啊，杀一只出一只啊，哎，都是迷你杠多子的干，对啊，很爽哦，这是 OP 啊，杀一只倒一只，我们杀都杀不完。还有两个，哦，又四个了，装完了。超多，都是从同一个方向出来。快灭团喽！哎。梦者危机，先不要走的。像，哎，我看到猪了。烂。这边，楼下一个不是，翻包了。那算了，不要租了。是不是应该早点来放卡？对啊，可以可以。早放早好。都拿完了吗？我想去早点了。早多点，再见。好，没多点，再见。结果这个是四，在爆头，以为是，露出个头盔，然后再抱着头，姓约。不能躲，只能躲到出兵了。没什么地方好躲的啦，赶快先搬黄金才是正事。来看去哪里躲？那是之后才要做的事情啊！我那一线放20秒，结果你一包都不搬，那我真的服了你了。行 ，OK。后面这包我放，就是说这包。干被斩了，谢。哎呀，不到了。啊，很屌。
蓝补丁。Get out of here! Get out of here! Yeah, shit. Get up and kill these bastards!就走这一区就好了。还不闪，可恶！我以为有扣甲，射出去结果中面罩。放我放，应该还有豆子。不好啦，我刚才也来过了，上面直接出兵。我放一包吧，去直接拿。哎，不用买，那一包可以走的时候放啊，这边还有。我还有一包，隐藏的还有一包，我一头没有看到这一包。伤害不低耶，好爽！
他们比较慢哦。等一下再救你。哎，先出去吃成功了。走走走。We'll have this melted down and on the market before the Murkies pay out their early retirement for this job.在这个关卡遇到比较准的枪。我都忘记这关的铁锹是拿来干嘛的，就提早开火的时候把他的伺服器从那个后车厢撬出来。嗯。如果一旦提早开火又没有拿到铁锹，就很鸡巴嘛。是基本上如果不急的话。不要先开火还是比较好，因为你用铁锹撬的时间比较长，直接拿比较快。在奥义这种关卡，差两秒就有差了，差两秒就是决定你要不要多倒一次。如果在楼上，我直接就要在下一线。应该不会跟上次一样的吧？走另外一边。我这有拍供啊，他要走就走呗，照样下一线。反正就像那个儿子说的，白给就完事。罕见的，这次应该不会，因为这次是在下两层的。下去了。
就往下掉了，好爽。带木板吗？可以把那个封锁。Hello。可以撑一阵子。哪个？电头电吗 ？What the fuck！ 竟然从背后敲我一下。我应该封哪个？我这边这边可以不用下来啊，我在上面守着。哦，放手放手。谢了谢了。给你修给你修。去楼上再抓一次。哎呀，打！死活炸这个洞也好。放一个在楼上。上杀！格林，哦，都火了。真准怎样？我在戳他。
背后。小儿子被背后人打，背后超多人，都快十只。第一波好了。我进来变变一只隔离。哎，没吃。别小看我 MP5 的力量。
记得有那个切腹小刀。嗯。切腹小刀。欸、你说那个 Kendo 那一只哦。嗯，刚好。那一只怎么了？那一只隐蔽值不是28吗？对，因为隐蔽值28，然后不太想用苦虎，我想一刀砍死、啊，一刀一定要砍死。那怎么不用大只的？那个就没办法压了，压不掉。大只的那只多少啊？27，就差一就对了。哦。对啊，如果你是要求一刀高攻的话，可以选啊。可是以前的人算攻击力的时候是，因为他是用秒数去计的嘛、嗯。最高的是54刀，那是毋庸置疑。第二高的就是这些30攻的连戳武器，苦无是其中一个，因为他还有加，他其实是真正的第一名。因为他又没有毒的加成，可是论暴击也算进去的时候，苦无会输给那个，会输给50刀。不行，我没办法跟他戳，我没办法跟多斯戳。可以戳啊，要一点运气就是。你戳一只满血的多斯，大概。应该要3-4秒，应该要3-4秒。你要运气好，在2秒内把它戳死，有点难度。可是绿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你绕着它戳，因为它开枪时间满。如果是无政府的话，要戳死绿胖，用暴击戳死绿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其他的哦，除非就比较难了。看我现在再用闪避。哇！一刀，轮到这关就讲话，刚才一直都超安静。哎，下一关就是掉你妈最难的关。两颗一线，只要不要同时放，我就可以用两次。这么快哦！想要先抓一只。我抓这边的、喔，倒下来这样。对对对。You stop shooting me, alright? 这样有炸到你。你把他进去。那是我的错，不好意思。我错。这把加速刚刚去捡子弹的时候好像超过。楼梯抓了一个，这还不能抓，晚一点吧。二次哦。
换一包喽。Oh hell no! Do not shoot! 要射的啊，那太多人了。哦，反馈了，快跑吧！走啦！酷酷！看他跳起来，往后打飞。他跑到圈之外，嗯，是我，好，应该是，因为你离得最远，没有想说已经结束，我就跑到下一个。就是我以为已经结束了，我也没有中箭，先吃补血吧。没差没差，要吃什么的？赶快吃起来。东西卡在这边好挡路，放一包给我，好放，谢喽。一直震动啊！哎，过来啦！乱，混乱。哇去再会了啾啾啦好混乱哦真的中间还卡一个垃圾桶的武器的压制力不够对啊看一下各位的配置大概知道了哦，不对，这把还没改好。抓到人再去，你们先找地方躲。没抓。
被闪，我都看不到。好了，开始吧。哦，刚刚一直被闪，是一个原因。不行，我会掉他。可能是。这关骇客蛮强的，狙手，对啊，被狙到了，还好没有挂，哈哈，挂，这边死也很赚的，可以吃，直接吃那個。闪光也可以补啊，直接捡一下。啊，好烦。哎呀！我刚才转的时候狙击手。啊！有有。哎呀，留一只给我吧。哦，好。
撑下来，被我戳死。机枪对抗。没有人要救我，要回头救公子，本来没叫起来。小白鼠吗？嘿、hey, 对啊，打一人觉得打得完吗？不然就打到这好了。那你啊，哦、oh. 对啊，打不完就打到这就好，不用勉强。我还想说你要把跳关呢、欸、不用啦，反正也十点半够晚。拜拜不拜拜。哎、欸、干我配棒，你在想什么？我的骇客有配暴击，有啊，不是一直都有吗？可是我没有，可是我没有压、啊。我就说我用太多技能就是这样。Lloyd， 哦，拜拜。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好，重新买一支 MP5 好了。
对啊，没有啦，32而已啊，往常。嗯，好吧。他是有装消音器才会到33，就加技能的那个了。装了消音武器之后直接加一，这样就会33。然后你小朋友再装一只，就小朋友也加一。而且如果小朋友你有这个技能的话，小朋友加一的话，应该31可以冲到。应该就是，如果加了技能之后有到32的，应该他都可以暴击，因为他是没装。如果你有那个小刀近战武器-2，然后你又装30，就是32的近战的话，他是可以跟33的副武来配。小朋友是可以用32的副武来配。嗯，那如果他又有装消音的技能的话，他就可以跟32的配。就加装了技能之后，变成有32以上的配，那就蛮多枪。冲锋枪里面应该有好几把可以，就含这把 MP5， 我知道这把 MP5， 然后 N45 也一定可以啊，应该还有一些也可以的，什么麦克物资的那一种。OK。那先这样吧。测试中的枪。